他非要跟我比是吗？咋的？我妈200斤，我妈300斤。好、哦哦，我妈敢吃屎，我妈敢吃2坨屎，我敢吃。满眼的黄沙，真的没人疼，没人疼他妈爬山去，回来他妈哪儿都疼。不是你都多大了，你还不想着结婚？我还没到结婚年龄呢，多大到结婚年龄？最适合结婚的年龄，男的60岁，女的55岁，因为一结婚呢就有退休金，不用上班，不用生孩子，大概率没有婆媳关系，不用买车买房，天天就是玩。最主要的是，一结婚就白头偕老。给你我就像风飞沙。不过我看你他妈想吃个大逼豆。哎呀，我爱我哥。你也一起吃。